陈叔，这世界上脚有七颗痣的女人不止我妈一个人。我知道啊，你妈他们家那边的人啊，几乎人人脚底板都有七颗痣。您怎么知道的呀？先坐，我慢慢说给你听啊。坐坐坐坐坐。上一次呢，你二姨婆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。也因为这个样子，我深刻的反省检讨过了。我真的不是因为那七颗痣的关系，我真的是发现啊，你妈她真的是一个好女人。你们要相信我呀，啊，丫头。孙浩，虽然我爸这个人平时不太靠谱，哎，但是他还是一个可以值得信赖和依赖的人，这点我保证。哎，好吧，那我就尽力而为了。谢谢，谢谢你啊！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女儿，不，我一定会给你妈幸福的。爷爷，我去墓园了。咱们呢就先往这个方向发展，看看他俩什么情况，我们再做下一步打算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小孙浩，以后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啊！以后你的事儿就是姐的事儿，我一定会帮你搞定的，你放心吧。我能有什么事让你搞定啊？你和宋小米的事儿啊？我跟他什么事情都没有。你不要乱讲啊！我跟小米学姐是冰清玉洁的。我还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冰火九重天呢！别演戏了，我早就看出来你对他有意思。有吗？是吧，米姐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要不，姐给你举个例子。喝果汁吧。啊，啰嗦。学姐，再吃点点心吧。哎呀，啰嗦。学姐，我帮你按摩吧。没有啰嗦啊。原来你跟宋小米在一起的时候吧，我还没发现。直到你这次吵架，我才发现你这臭小子早就喜欢上人家了。哎，连你们都看出来我对小米学姐的意思，可是为什么学姐自己却感受不到呢？她肯定还在偷偷的喜欢明天。你也别沮丧，这种事情呢，往往都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我是过来人，我最清楚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啊？严办，我最了解宋小米的性格了，看我的吧，啊。亲弟弟，小刚，来，
这个大包子给外婆浩妈请的，煮的特别特别烂，她咬得动啊。谢谢，拜拜。小米，浩妈，嗨，是不是还是老样子啊？菜多面少，嗯，啊，哎，阿浩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？哦，他最近都跟在陈亚楠身边，都不见人影，不知道在忙什么。哦，跟亚楠呢、啊？那肯定是去看明天喽、啊。不对呀、啊，就算是去看明天，那带你也没关系啊。原来浩妈也不知道孙浩在哪。不好吃吗？啊，不是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人在不开心的时候，总是会想要找好吃的东西，但是今天不知道怎么。吃了好吃的东西，好像还是不开心。哎呀，真巧哎！这几天我们阿浩也是这副德性，闷闷不乐的。那我就问他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半句话也不说，吵架了你们？才没有。有一点点啊。我就知道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啦。你想想，牙齿跟舌头还会打架呢，对不对？把话说开来就好了。可是问题就是他就不跟我说话嘛，我一个女生都没有跟他计较了，他一个男孩子扭扭捏捏、别别扭扭的，像什么样子？对不起，浩妈，在您面前数落了您的儿子。没关系啦。你们两个呢，吵吵闹闹，我早就习惯了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家阿浩呢，他就是个愣头愣脑的傻小子。那尤其是不能碰到他在乎的，当他一碰到他在乎的，他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。才不是这样子呢，他最近跟在陈亚楠身边，鞍前马后的，看那个陈亚楠，满意的笑的嘴都裂到这里来了。哦呦呦呦呦呦！可爱的小辣椒啊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呢，有一些人他就好像阳光还有空气一样，那我们都很习惯他的存在，很容易的我们就会忽略他的好处。你想想，我们家阿浩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啊？嗯，想想啊，浩妈去忙了啊。浩妈说错了，孙浩不是我的阳光，孙浩是我的遮阳板。季先生，我来看你了，还有方宇。他也一起过来了。当年因为我父亲，造成了这个无法弥补的悲剧，我感到十分抱歉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，我和方宇都放弃过彼此。直到后来，我们一起经历了生死关头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我能够奇迹般的醒来，或许意味着您和我父亲都不想让遗憾继续存在。季先生，我真的不想失去方宇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儿，因为我想，如果能够当着您的面坦白出我的心情的话，或许我就能留住他。
彼此一个机会，别就这么放弃。方宇，方宇，季晨，方小姐，你来看你季叔。嗯，这位是？你好，我叫明天。明天，你姓明？嗯。季晨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哎，方宇，既然遇到了，就不该逃避。季太太，我是明海的儿子，我替我父亲向您道歉。道歉？你以为我会接受你的道歉吗？你以为你一句不痛不痒的话就能弥补我这些年所承受的痛苦吗？对不起。滚！我不想见到你，你马上给我滚！季神，你冷静一点。你叫我怎么冷静？他是杀死你季叔凶手的儿子。方宇，这是我该替我爸承受的。你要替你父亲承受，那你就该遭遇天打雷劈才是。不要再说了。我为什么不说？当年要不是他父亲合谋和坏人打假拳，你季叔又怎么可能会惨死，留下我们？百分之百相信了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我办事儿您放心。嗯，后来季晨跟我说，那些人很专业，专挑让人不易察觉的地方下手，所以季叔身上才没有伤痕。而你的爸爸在知道季叔身上有伤，还故意下重手。
打死了季叔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明天。你放心，我能承受得住。可见了面，我又能说什么？改变得了什么呢？现在最没办法安慰他的人就是我了。
你什么时候在这里啊？哼，我一直都在，只不过是你自己没发现而已。我说了啊，不准去。为什么？你们不是说好要帮我的吗？就是为了要帮你，所以才不能让你去的。而且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有一段时间都不能去浩妈那儿了，目的就是让她知道你的重要性。如果我不出现的话，她怎么会知道我的重要性啊？鱼不离开水，怎么知道水的重要性？也对，也对。所以从今天起，你就乖乖的全馆待着，别破坏我的计划，要不然你下半辈子等着望之兴叹吧。我跟你说话呢，老爸。方宇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干嘛一脸全世界毁灭的样子啊？明天全都知道了，他都知道了，怎么办呀，亚楠？我不小心碰到，相框摔碎了。那我们赶紧去换一个相框吧。哥最近比较忙，等哪天有时间了，我们去买个新的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写作业去。明天。顺路给两个小家伙买点吃的。谢谢啊。你还好吧？嗯。是方宇让你来的。他让我来看看你。其实，方宇真的挺担心你的。这件事情他一直不肯跟你说，就是怕伤害你。没想到还是没瞒住。你们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毕竟我不是一个人，我还有我弟弟妹妹，不能再挡下去了。还有，麻烦你跟方宇说一声，我已经能够理解他的难处，我也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资格，所以我不会再强求跟他的感情。或许这是我唯一替我爸赎罪的机会了。是打不开的死结，我就认了算了。你还是按原头计划出国，远离这个伤心地。人家都说了，时间是最好的良膏药，总会过去的。
我该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爸爸。姐，今天怎么吃这么少？菜不合胃口吗？不是很饿。爷爷，我出国的时间已经确认了，就在这个周五。既然决定了，早点去也好。姐。你们慢慢吃吧，我上去整理行李。姐，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，但我已经做好决定了。我不是来劝你，我只想跟你说，既然你选择离开，答应我，你得真的把一切都放下，放宽心，好好生活。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你还得还我一个像以前那样靓丽的姐姐。对了，你有空的时候，记得带明珠、明朗去吃叉烧饭，他们很需要帮忙的。你多想着点儿。明天脸皮薄，他也不能主动开口跟你说什么。我帮你把它删掉好吗？你干嘛？你才答应我要放下，你现在连这一步都走不出去，要如何重新开始？要想继续往前走的话，是不是该好好的跟你重新道个别？你心里还搁着什么？就去说清楚。你如果不去面对的话，遗憾就会永远留着。姐，你好好想清楚。方宇，怎么今天突然想过来？我决定了，后天一早就离开了。当然，这不是我来的主要目的。我还是想劝劝你，不要因为你爸的影响而放弃正则，好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的。毕竟现在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弃了。爷爷说的对，怪就怪我们太年轻了，把人生想得太容易。原来这个世界上
还真有过不了的关和跨不过去的坎。我知道很难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放下，不要让他影响了你未来的生活。你说够了没有？烦不烦啊？不过既然你都已经道歉，我也不是气度小的人，我就大人有大量，原谅自己。等一下，如果孙浩来道歉，你就用这种语气，哼，看你怎么跟我道歉。都几点了，怎么还没有来啊？该不会真的想退出台电闹社吧？那怎么可以？看我怎么把你揪出来！真没想到，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种800年前的剧情，居然在我面前活生生上演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谁上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了呀？我吗？该不会是我妈吧？哎，都不是。那是谁啊？我行吗？对了，那件事情怎么样了？有进展吗？没进展，还是老样。也是啊，这种事情得慢慢来，着急不了的。没错，这种事情啊，就应该用温水煮青蛙，把青蛙放在水里面，慢慢的煮，慢慢煮，让事情悄悄地发展，这样的话，青蛙自己就会不知不觉地煮熟了。没想到这臭小子还挺有办法。开玩笑嘛。这种事他特别有经验。孙小米，你干嘛？躲在后面偷听我们讲话？谁偷听你们讲话了？这里可是人来人往的公共场合，我还没怪你们声音莫名其妙的飘进我的耳朵里制造噪音啊。孙浩，想不到你的口味都没有变嘛，还是这么喜欢吃青蛙，到处找温水煮青蛙。不是、哎、就是。小孙浩，你刚才不还跟我说要带我去吃青蛙肉吗？我没有。就有，你忘了？你跟我说在南美洲有个特别刺激的吃法，就是把整只青蛙榨成汁喝掉。我想去试试。这也太生猛了吧。哎呀，越生猛越有效果嘛。啊，孙学弟，我有话要跟陈亚楠说，麻烦你离开。我先走了。小米，看看你那两个眼睛都着火了，都有什么事说吧。吃货男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你为什么最近跟孙浩走了这么近，还到处躲起来偷偷讲悄悄话。你不说呢我也没发现，原来你这么在意我们俩。谁在意你们两个？我只是想要提醒你不要做出毁人三观的事情。哦，笑话，谁会毁人三观啊？啊，孙浩是我们的学弟，只许你对他好，我们都不可以吗？知火男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是有男朋友的人啊，你不要因为孙浩人好你就利用他。是，你没有男朋友，你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利用他，欺负他，奴役他。哎，可是话说回来了，就算我利用他怎么了？啊，你是孙浩的哪一位啊？哎，陈亚楠，你这个花心大萝卜、水性杨花的女人，随便你。哎呀，没想到简简单单两句话就把宋小米变成了小米醋。
真贵。亚楠这丫头，说是把冠言叫来陪我，哼，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分明就是来看管我的。亚楠要我看住程叔，让他无论如何不能出门找豪妈，为了警醒一点。啊，想不想吃东西？我去买。哎哎哎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继续练拳。来，还来啊？来来来来。哎呦，今天怎么感觉时间特别长，特别无聊，半个客人也没有。哎，帮我算点零钱。好嘞，100下。嗯，100。程师傅没来吗？每天这个时间，他都在这吃吃饭呢，帮帮忙什么的。可能管里面忙吧。浩妈，他最近来你店来的这么勤，你说他不会是对你有意思吧？是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七嘴八舌，吓得人家不敢来了。给，会呢。好了好了，那我就不胡说了啊。您忙忙忙，您去忙，我回去忙了。忙，嗯。其实呢，有一些人他就好像阳光，还有空气一样，那我们都很习惯他的存在。很容易的，我们就会忽略它的好处。哎，我这话明明是说给小米听的，干嘛说到我自己身上来了？干嘛呀你？醒一醒！我不能再受他影响，只要太阳升起，我就要让日子照常的过着。我只是想要提醒他不要成为别人的第三者。对，我只想他。奇怪，里面明明就有人啊，难道是掉进马桶？明天，是你啊？嗨，小米学姐，你有事吗？没有，没事啊。哎，明天里面还有人吗？没了，就我一个。没了。啊，对了，明天你跟方宇的事情，我应该安慰你的。可是因为我现在有点忙，所以我有空再找你聊吗？没事，那你先忙，我走了。哦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会没有人呢？
眨眼，月就会消失不见。越牵起他的手，承诺会陪在身边。哦哦，心越伤越永远相随，一起照亮世界。哦，直到那天日出人间，背起他的诺言，星星挂在天边。就会消失不见。